刚刚也吃上了2019年5月28号，7度站7度站8点59分出发的，哇，又来了一台红色的电力回收车，红色皮卡丘电力回收车又出现了，你这台 PP 是什么？啊，这台是4022次交烟线看好书啊，新的超值回收区间回车，87。大概有88，谢谢各位观看。我相信一个巴掌能多掉很大就够了。4022次今天听到说澳新的超值维修金会车，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观看，拜拜。